祖来了，妈祖来了，这边来了，转了，放开，看到妈祖，妈祖经过我了，是不是？那个是妈祖，那个人太多了，我看不到他本人。啊！哎，速度超级快的。对啊。妈祖的脚步，方哥他妈祖跑好快哦，我跟不上，怎么办？人太多。就是女神妈祖的魅力，所到之处可说是万人空巷，寸步难行啊。所以派出所会停一下，是不是？喂，有感动吗？我现在喘得很累，还来不及感动。妈祖跑太快了。等一下更感动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更感动。妈祖很贴心，还让我们休息一下。对，你看现在又下雨了。风雨无阻呢，你看信众，你看这三公桥好多人、哦，大家都不怕下雨，还是这样跟着走完。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啦，就算没跟上也别担心，因为在进朝天宫化会时，妈祖会在北城派出所停轿歇息，信众也可以趁机往前去拜拜。哎，拜妈祖，站着拜妈坐来。你看水泄不通，你看热情的民众太多了。来，谢谢，哎，还有花。好，很感动。我好接近妈祖啊！妈祖也保佑我们小镇繁星松，松子绿第一，谢谢妈祖。然后祝大家今年那个绕境人都平安顺利哈！谢谢妈祖，谢谢，顺佛太平安，谢谢。好了，娟娟你也太幸运了吧！近距离感受神威，还得到妈祖加持过的鲜花。我短暂歇息后，急行军又要马不停蹄的往朝天宫出发去啦。在向庙宇或家宅中的神明致礼，这也呈现了白沙屯人的谦卑个性。但起驾前往朝天宫的路途上，鞭炮是停不了的。好烫！快姐，进。听听这急速的铜锣声，看看大幅摆动的神轿，这表示天上圣母在看方向赶路，人民保姆则筑起人墙，因为重头戏百万鞭炮阵开轰的两万多名乡丁脚腕，加入北港居民四五万人的热情，让这个嘉年华会瞬间嗨到沸点啦！
峰哥，我们刚跟着人群一起走到这个朝天宫，所以迎接妈祖回来，对不对？我带你到这个地点是最好的，最好的。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妈祖进庙里面，他会三进三退，行最高礼。然后他在行三进三退的时候，那个两旁的人信徒将灯脚，他都会散开，你看的会很感动。他们对妈祖那种信仰哦，他们真的我看到都会很心酸很感动，而且他们从那么遥远的地方，你刚刚有看到都天山八十都脚都起泡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看了。刚刚我那个泪水跟雨水还有汗水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，真的真的，你等一下看了会更感动。等下那么多人，好几万人，他这样散得开吗？会，大家都对妈祖的敬仰，真的，他那个内心，他们都很虔诚，很虔诚，而且很敬佩妈祖。哎，声音越来越近了，他是不是快到了？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我们站在这边，我们如果进来，我们要膜拜，最高敬意。好。你会看到很多人都掉泪，不只是我们两个掉泪，大家都会掉泪，太感动了，真的很感动的。对，他快到都觉得好紧张哦。我是觉得说，如果我们台湾如果像这样，大家都发自内心对待这个宗教，对待这个环境，对待这个台湾，真的台湾会很平和，很祥和。真的，而且我跟你说，这一路上很多都是自愿自发给大家水啊、补给品，然后提供他们家让你休息。在这一路上，大家认识的好多好多朋友，而且大家都互相帮助、对啊、互相支持，就是这样一个活动让大家团结起来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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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台湾就是需要这个力量，台湾就是一个热情的地方，真的好感动。妈祖要来了，要来了。人员的执行之下进行挂会仪式，三位女神一年一度聚首，让信众为此疯狂不已呀！今天第一次参加北港的绕境啊，我真的很切身的感觉到北港人的热情。对对对，你刚刚有看到啊、哦，超级多人的。你看，他进去，然后关庙门，妈祖、北港妈祖、三边妈祖、白沙屯妈祖，他们三尊妈祖在叙旧。你看，他们快要下雨了，他们在掉眼泪。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啊。看，掉眼泪，我马上心里掉眼泪，很感动啊！对啊，有一种一起完成一个事情的感觉，而且我觉得最灵的是啊，今天气象其实说下雨率是100%。你看它，但是我们沿路哦，几乎没有什么风雨哦，了不起是毛毛雨，真的是妈祖保佑。他们进去，你看天又快下雨了，这才进去天就暗起来耶。你看妈祖他们在香味的时候就开始掉眼泪了，一年一度呢掉眼泪，哦，好像与我一年去你家一次拜访，就好久没见。你哪有来我家？你搞骗哟！可是大家一起完成一个事情，其实很感动，而且沿路上大家都很热心的帮忙，提供水啊、吃的还是休息的。等一下，我再带你去体验我们北港的热情。谢谢北港人。谢谢，走了。会仪式后，信徒们除了参拜，还可以在朝天宫周围享用免费的水果点心，甚至是那浓浓的人情味。这一趟返乡之旅，除了把回乡必吃的美食统统一网打尽，更参与了北港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事，见识到台湾人无私付出的热情和坚定信仰的力量。云林真是个可爱的地方。